其实，在全民运动会，桌球女生呢，只要练一个很厉害的发球，就很够用了。专门练一颗，就像棒球有一颗很厉害的直插球，人家就打不好就够了。陈玉的第一箭，十分。好，这一箭10分。好，陈玉的第三箭。也是10分，请宣布得奖的是，就是你。我其实真的是一个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人，就是我在很多时候我都是检讨比较多，然后我就在昨天晚上我突然站起来，就觉得说我可以好好的跟我自己在一起了。这球戳过去，这个子贤马上抢到了。呀！哦，这个多拍的来回，都是远台的攻击呀！哇，真的！看到这个国际赛在比赛一样。加油！你要顺回去另外一个方向，你才有办法过网。目前呢是蓝队8-6，2分领先。子贤发球，还是无法破解。好险，就是无法破解子贤的发球。而且两队其实，在发球上面都下了蛮多功夫的。有人破，连续，这其实很伤啊！哇，一垒侧、三垒侧都出界外。锁下来，锁的，快下来！已经是听牌啦，10-6啊，有四个局末点的机会。哇！黄鸿先碰下杀手，进球碰到拍框喷掉了。所以呢，在第一点男双，蓝队是以11-6拿了下来。下得下，还没输啊！真是棒了，凡姐加油，凡姐放轻松。慢慢来，这个节奏很棒，对，这个节奏很好，比较不一样。我想就要走了。桌球运气要给你，慢姐，慢姐的节奏，都没杀到，都给你。慢姐，慢姐，哎，慢姐，不要容错。来，慢姐加油。1, 2, 3，桌球队。郑晶晶反手切球来发球，转换这个回球的王王。王之曼的发球。也是非常有水准，好球，好球，在同样的位置，其实像翁之曼，他是左撇子，左手持拍啊，在桌球有一个左撇子，一个右撇子是最好的搭档哦，两边都顾得到。但壮壮他其实也是左撇子，但是他是用右手持拍啊。嗯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有没有发现陈瑜的发球有组织的影子？稳的，稳的。不接。有。同样的状况布置在了女双，目前黄队是4-8落后。轮到了壮壮的发球。哇，这球发的非常漂亮，炫的很好哦。哎，都是对方在输啊。好，黄队5-8，3分落后，结果发球失误。其实呢，在全民运动会的桌球项目，特别是女神，只要练一发，结果很发球失误，双方各一次失误啊。对，蛮漂亮的。其实，在全民运动会桌球女生呢，只要练一个很厉害的发球，就很够用了。专门练一颗，就像棒球有一颗很厉害的直插球，人家就打不好就够了。现在蓝队有4个赛末点的机会。没进，没进，结果郑晶晶这个发球失误，蓝队在女双是以11-6打败了黄队。
项目，蓝队是以直落2-0获胜。好，要进入到真的很难选的当日 MVP 的环节啦，请大来宾先告诉我们入围的有 Z。哎呀，入围的原因是，因为 Z 今天在射箭的表现跟足球的表现都非常好。哎呦，还有入围的呢？子贤。原因是因为子贤在桌球的表现以及到最后的五人制踢满全场，让我非常感动。整场的这个破坏力跟进攻力真的非常非常棒。还有入围的呢？陈瑜。陈瑜入围的原因是陈瑜三项都全勤，对，再来射箭满分，最后在桌球也表现得很不错。好，请宣布得奖的是，就是你。璇姐跟蓝队，还有那一个在我们身上花时间的教练，因为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是一个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人，就是我在很多时候我都是检讨比较多，然后我就在昨天晚上我突然站起来，就觉得说我可以好好的跟我自己在一起了，我可以好好的看我自己的不足跟我有做好的地方的。然后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事情，我很谢谢全明星交给我这些辅导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离我蛮远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哇，我觉得那个感言讲的像是日围金钟金马一样，那偏糗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刚好有赢，然后今天的项目我刚好都有上，然后自己做的准备刚好发挥上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点运气，然后也没有辜负努力跟机会的结果。